小要饭的，我这里有300文钱，换你的钱行吗？好啊！哇，小要饭的钱你也骗？你懂什么？天福天生，天福天生，小要饭的，你的钱被他骗走了。他用300文钱跟我换的。300文钱是真是假？ 啊，我那些是百家钱，有百户人家的力量。那就要说好，小心点啊。嗯。哎，请问毛教授在哪儿啊？哎，我也找毛教授啊。他在赶尸里最后那间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我的钱呢？全不见了。毛教授，毛教授。哎。 买到没有？各上长命富贵了。那，你把这个百家银锁呢，用条链子锁在你儿子的脖子上，千万不要剪下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驱邪避鬼了。我不想做成你儿子的生意。哎，谢谢毛教授，人心人说。啊，谢谢。毛毛。哎，郑子兄。啊。当街当巷的，你不要叫我毛毛嘛。哦，行行行，来来。 毛教授，啊，张公子节哀顺变，广西赶尸的财路一直是我的嘛。别打我！哎，千万打！哎呀，真丢人！哎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哎，因为家师仙游呢，家师的义子也专程从福建赶来，就为了送义父一程，哪有如何帮你呢？毛教授，哎，陈季嫂，啊，张公子，说到赶尸功夫呢，除了我们南毛北马，还有陈记呀。 我不会介绍错的，你慢慢过去谈吧。张公子过来慢慢谈吧。哎呀！哦，慢走。弟子，好久不见了。教授，这里南还有位子吗？几间？不不，这几位？家属静坐。 我是他养母，我是他堂兄。仓鼠造假吸烟，是。男死者王正。 深痕，头顶囟门完整，两额角太阳穴耳腮完整，肩骨完整，胸、心完整，脐骨、阴茎阴囊完整，两胸、两腰完整。 食指完整，小腿、大腿、两股铲到完整，初步验定，两人殉情服毒致死，没理由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没理由的。烧红木炭，是。撒醋。 除臭熏衣，如意义，双方亲属可以签字画押，进行殓葬。
老五做大人，这点小小意思。哦，分内事，分内事而已啊！你可以领尸走了。还有啊，这件是死者的遗物，请查收。多谢五座大人。王正的骨沟，妓女金莲的产道都仔细看过了，没有发现八王爷所说的密折。呸！密折又怎么能藏在产道里？是大人，八阿哥的消息绝对不会错。皇上派侍卫王来广东取密折，到底密折藏在何处？哈大人，哈大人，什么事？哈大人，天气酷热，我担心尸尸会变坏。不如找我表弟毛教授赶尸离开广东再做打算，因为那晚我杀王正的时候发现有人出手。路上再做调查，我将会把消息通知八王爷。有劳大人。哈大人，哈大人，哈大人。烧这些稻草，不，别，哎，不能生火，不能生火，放下，那这叫赶鬼火葬，是为死者亡魂扫清道路的，以及赶走深山野岭的老恶鬼，以免骚扰这些新鬼。喂，这些也叫鬼啊？义父说过，赶尸不通赶鬼啊。你懂什么？他们魂魄尚存，但四存十亡。介乎人鬼之间，你啊从小就跟义姑学琴棋书画，你唱歌跳舞才行，赶鬼啊你不行。哎，是不行啊，那歇会儿行吧？哎，怕了你了啊，歇会儿。好，行行。师傅，我们在这儿歇会儿啊。早就应该生火了嘛！哎，沈子旭没办法。
为什么？啊啊！停！停！啊！停！你为什么要吹打滴滴打打？爱吹什么就吹什么嘛！哎呀，解救的音符都让你给撞中了，叔叔齐不齐吧？好好好，一二三四五，那你走，少一个啊！谁不见了？啊！师傅不见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找找！哎，怎么了？这师傅的头发，你会不会叫唤呢？头发，那这头发千万别丢掉，米和茶叶，无论如何天亮前一定要找到他。好，师傅，衣服，衣服。义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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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啊，罗，义父，义父。义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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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好臭，好臭，臭死了！天机，师傅，哎，不不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这个，给我杀了他，知道？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哎啊，婆婆啊，夫人啊，大婶啊，这个啊。南方那个王八在叫魂。姑娘，你别过来！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别过来！怎么样，姑娘？过来，我吓你！喂，跟你玩玩而已啊！喂，你真晕了，姑娘。不可乘人之美，不不是乘人之危，不不不是不可以乘人之危。哎，姑娘，我要脱了你的裙子。拿来。哎呀，啊，姑娘，我要割开你的裙子为你吸毒。别动啊，你别动啊，你动我怎么吸毒呢？吸出来了，姑娘，姑娘，好哎，
太，她被蛇咬伤了。放下她，把她放下再说。义父，啊，天津，你干什么？怎么这样？哎，太太，你叫谁呀？奶奶。哎呀，我求求你别乱叫啊！毛教授，我早知道是你。哎，不不不，义父，他是好人。天津，你怎么样？太太，别乱叫啊！奶奶，都说别乱叫了，我是北马南毛的北马马小玲，叫我玲姐行了。林姨，林姐，林姨，林姐，林姨，林姐，别废话了，快走吧！不是北马南毛，是南毛北马。哎呀，岂有此理啊！哎嘿，你别走啊！我走一步，我就打死你！哎，怎么样？刚才我被蛇咬，他把我吸了毒。被蛇咬当然要吸毒了，那小子也不像坏人呢。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再说。哇，没事的，我给你敷个药就没事了。来，来，快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哎呀，天一亮你就糟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天亮会怎么样啊？一见到阳光啊，他们上鱼的阴气就会消散，就是离魂，他们就会变成普通的死尸了。真的？你怎么搞的嘛？你是南派赶尸天尊雷公雷老虎的义子吗？这都害怕？我不是害怕，是有点突然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多歇一会儿啊！你如果有事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向死鬼师姐交代呀。好多了，师傅，你的药可真行啊！那还用说啊？哎，你这是薄荷叶吧？是啊。为什么要给尸体洗澡呢？师姐生前没教过你吗？蛊术我就懂，赶尸我可不懂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赶尸术呢是巫术一种，属白巫术，对人有益的。那黑巫术是害人的吧？你知不知道男女尸为什么要分开赶呢？不知道，为什么呀？人死了，有一股上鱼阴气，我们就利用这股上鱼阴气赶他们。有上鱼阴气，就有上鱼之性，有之性，也就是有性反应。死了也可以吗？哎，那昨天晚上那个老鬼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搞过他，太脏了，所以要为他洁身。啊？他体内有血，仍然会充血，不过没有阳精。那就算他们有那个，也不会那个吧？啊哈！你们苗族女孩子真开放啊！这还说没什么，我怕他们乱搞之后啊，会生鬼胎呀。鬼胎？哇，不是吓唬你啊！据说鬼胎呀，拥有黑暗力量，嗜血残暴。不过，我还没有见过。哎，不说了，睡觉吧。哎，说起来我也困了。哎，天黑还要赶路，我先睡了啊。在下年羹尧，只不过是四王府内的奴才。不用客气了，有没有杀王正凶手的消息啊？凶手应是八贤王府周边的人，叫毛东东。他是一个黑巫师哈拉卓的属下。八哥对秘哲也有兴趣吗？四王爷早就料到八哥会插手，所以才请阁下抢秘哲。恐怕秘哲一旦落在对方手上，就会引起一场骚动。
无所谓啊，我今天一直为金钱办事。毛东东将王正金莲尸身交给他表弟毛教授，准备赶尸离开广东。四王爷请阁下一定要抢在毛东东之前找到密者，否则……否则怎么样？就请阁下把王正金莲尸身毁灭，以策万全。银票。有劳有劳，有劳有劳，有劳有劳。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哎，有人吗？我问过了。你问过了，我还没问呢。有人吗？证实没人。天苍苍，地茫茫，毛氏借此宝地借一庄。鸡血圈内大宅建，邪魔恶鬼滚四方，恳求天公地神行方便，各位神仙请帮忙，帮忙帮忙。哎，嗯，哎，惨了，又要收拾一顿。贞子，是吧？我去请几位大哥进来，你把这地方打扫干净啊。好，走。哎，如果是银票，你就不会这么大方了，骗鬼！哎，哎，那边收拾好了。啊，好，这儿也收拾一下吧。好好。好，全收拾好了。哎，去看看他们嘴里的黄玉是不是还在，不然会尸变的。好，嘴里是吧？嗯。我好僵硬的。哎呦，好呀，贞子，反正你闲着，替我把他们的手反转向上吧。为什么要反手啊？如果不反转向上，他们一按就站起来了。哎呦，我，啊，这是哇，僵硬，我这硬这反转不新鲜了，这是。反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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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反。你玩什么你？什么？哎，不用你了，让我来。哦，你去打水洗澡，早点睡吧。哎，我不困，我去砍柴，再找东西吃。我是吃斋的。哦，对，吃斋的。不过出去看看有什么山鸡野狗也好。哎呀，你个头啊！明天是7月14，阴气太盛，我们不能起行。我们要在这儿住几天，找些牲口做3日祭祀。啊，要在这里住几天啊？不够吗？大爷，毛教授他们应该在前面荒屋里。嗯，那就下去吧。是，起行。小麻雀单竹枝，单上枝头望阿姨，阿姨梳个玲珑髻，摘朵红花伴吉围，辫子又长脚又细，大好花鞋插落泥，大好白饭细小鸡，大好姑娘嫁个烂犊仔。辫子扎扎扎的阿婆住2天，黑咕隆咚咚
跳下水池泡一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空内气吗？哎，你是东营人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这样在东营很普通的。啊，是吗？哎，我叫金田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雷震子。你是毛教授的师弟呀？啊，你找我师兄？把眼睛闭上。啊，哎呀，你站起来才叫人闭上眼睛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雷震子，啊，睁开眼睛，我穿上衣服了。是，姑娘，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看来你是个正人君子，算了。啊，虽则如此，但我是非常抱歉。那好，你就答应我三个要求。好，什么要求？还没有想到，想到再告诉你。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这两天怎么搞的？哎，表哥，我不是不想帮你这个忙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男女有别，男师女师要分开干嘛？何况他们的身份又是那……表弟啊，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啊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你知道啊，我与官府有点关系，那这里有道令牌，方便你日后穿州过省用啊。哎，表哥，不是这个问题，里边有人呢。哎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又碰上这个家伙。天机，把东西搬进来，我们在这里注定了。是，师父。喂，老马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进庙拜神，进屋问人呢。喂。我想跟你住在一起啊，这里方圆百里之内不见一间寺庙。喂，这屋子以前的屋主姓什么？说不定姓马的。不，你什么？好，我这次不跟你计较。不过大家楚河汉界分清楚，男左女右。好，男左你要，你总是跟我争的，什么男左女右？别吵！为请教这位高人呢？哎，算你有眼，知我是高人，在下北马南毛马小林。师太，我有宗生意跟你谈呢。哦，原来你叫师太，我终于知道如何称呼你了。天机姑娘，你好。哼，这两个小鬼，对着望够了没有啊？哎，算了，那接着睡觉吧。哎，师太啊，我这可是大生意啊。生意有多大啊？你看看看，是不是他？天机搬东西。表弟，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男女师分开赶吗？你都给摆平了，没话说了。哎，振子啊，把他推进去。哦，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拜托了，广西望年寺再见了。好，请。哎，振子，哎，怎么走？好。哎，要怎么？你刚才爽啊，眉来眼去的。黄玉呢？毛毛，你觉得天机姑娘怎么样？我对苗族女子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啊，不过你对师太有兴趣啊。这你也看准了。来，快。使不上力呢，就不容易尸变。天机，
把灯点着了，让他们知道还没到阴司路。哇，这个初来乍到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中毒而死，哈，肯定是跟刚才那个人一起寻情的。哎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怎么，动情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拿个护身房给我，一会儿每条尸啊、胸口、大腿啊，都要挂一条。为什么？一，为防有人偷尸；二，为防有人奸尸。说到底，他们是女人嘛。这样可以防止吗？就算被护尸环刺伤，也是小意思。什么小意思啊？我的武功多高，一旦被散弓钉刺中啊，至少啊3个时辰内不能运弓，弓子底差点的，哎，起码要躺足2天。那为什么不用毒呢？哎，我们赶尸是一种白巫术啊，要讲良心，要积德，对不对呀？不可以下毒的。哎，好臭啊！哎呦，天连天蓬，九原沙童，五丁杜四，高雕北宫，七正八灵，太上好修，长卢巨兽，手把地中。罗勒大朝，方难局面，翻木伯队，缠汉巨蛇，破茶白鼠，丹力大魔，虚林智秀，总揽吉凶，无地极度，孰云能掉。啊，你的牙怎么不碎啊？哎呀，在做法呢，别胡闹了。哎，师兄啊，别胡闹了。切，你岳母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切，你当真的？去打净水，洗个脸吧。哎呀，你还笑啊，今天13了，一连3天的祭祀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祭亡灵驱恶魔，对我们赶尸很有帮助的。是我怎么交代？他表叔是河南巡抚。你叫我顶着，我就顶住嘛。马小玲，你有种！我当然有种。李总，帮我看着这盏灯。好。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不准说认识我。李总。Thank you.
好，我来问你，是男是女？不用问了，杀了算了。杀了就不知道是男是女了。不管男女，格杀勿论。问了再杀，就知道是男是女。问来何用了？还是要杀？杀掉就不知道是男是女了。那你干什么要杀我的事？我知道你的尸性别吗？那你有问过我的事吗？你的身份了也不知道回答。少废话，杀！哎，毛毛，别乱杀人呐！阁下就是毛毛啊！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起色心，我杀了他！喂，他什么时候对他起色心了？荒漠丫头乳臭未干，你这样跟前辈说话的吗？你怎么叫徒弟的？哎，你们别吵了，她是个女人。哎，我猜她是个女人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到底想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松岛菜菜子。喂，你到底姓松，叫岛菜菜子，还是松岛菜菜子，又或者是松岛菜菜子，再或者是松岛菜菜子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你为什么要偷吃？问得好，毛东东托你赶的那两条尸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嗯？我告诉你们，男的叫王正，是朝廷侍卫；女的叫金莲，是怡春院歌妓。他们皆是朝廷重犯。这个王正侵吞国库，私藏无数金银国宝，至于藏在何处，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。我如何会知道？因为我是朝廷密探，我还知道他们有张藏宝图。另外我得知一点内情，又不知道其他内情，所以我来调查，查到的话我分一半给你们。师父，别信他，杀了他。哎，不行，要捉我谈何容易啊！那批宝藏我一个人也挖不完，所以我想找人帮忙。既然你们没有兴趣，告辞了。哎，慢着！哎，先别走。又怎么样？嘿嘿，这都怪那个毛毛不好，哎，好人当贼呗。误会，只是一场误会嘛，哎，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大家合作的关系啊。哎，对呀，正所谓有钱使的鬼推磨，让那些尸听到就不太好了。是啊，哎，他点头就是答应了，哎，这次挖财了。喂。哎，坐下来慢慢谈谈吧。哎，这阿拉玛尼阿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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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玛尼快来一起祭鬼，你怎么了？中了尸毒，千鬼万仙，三尸就重启。就你来祭鬼，我通知他们快走啊！二神严驾护人，威见神王，斩邪灭灵，紫气冰天，丹霞鹤冲，吞魔食鬼，横身引风，急急如太上帝君律令。太灵九方，太乙守宫，百神参位，魂魄合同，长生不死，灾变邪凶。
炒番薯不是吧？有没有别的东西吃啊？我们吃素的。不，我陪师兄吃而已。嗯，如果有鸡吃就好了。棋子百宝鸡、翡翠白羽虾，或者紫罗田鸡，又或者冬菜蒸白鳝，怎么，受不住引诱啊？喂，他说什么引诱啊？嗯？外女就是外女，不知羞耻。苗疆的女子也差不多啊，啊？哼，你！哎，吃的不能吃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不吃我吃啊？哎，你不吃就给他吃吧。谢谢。喂，这是信鸽啊？没有信哪算信鸽啊？没有信就拿来烤了。喂，帮我烤了它，嗯，谢谢。太残忍了。哎，这番薯熟了，我宰了它。哼！好在有护士坏。Yeah.
老马，你这一点啊，我就不见了几百两银子，还得巡抚大人千万不要见怪，否则我慢慢的跟你算账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今天7月15，过了今天晚上阴灵入关之后，怎么？你各走各的路了。啊、不行，藏宝图还没有找到，我们不能分开。不，那倒是啊。哎，天机在哪儿啊？天机，天机，天什么呀？陪你的太子吧。好啊。哎，我们去找藏宝图吧。去哪儿找啊？你来我房间，我告诉你。来呀。你房间？喂，是叫他去，不是叫你去、啊、我看他是不是占他便宜。不用。师傅，哎，天机。哎，师傅在这儿呢，你还看什么？有人想偷诗啊。有人想偷诗吧？他偷走了王正的诗，又想去你师房偷金莲的诗，结果没偷成啊。难道是毛东东？哎，不会，王正和金莲的诗是他亲手交给我的，又怎么会偷回去？那会是谁啊？我只看见那个人穿的一身黑衣服，头上有一对角。有角就是偷牛，不是偷诗吧？他是哈拉卓，毛东东是他的手下，现在毛东东中了尸毒，可能已经被哈拉卓杀了。喂，你到底知多少？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我肚子饿了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进诗房看一看。我也进去取回那条诗。喂，你准备起坛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哎，又起坛，先吃饭吧。镇子，我们煮饭吧。哦哦。哼。哈哈，这次糟了，金莲的诗呢？是啊，王振的诗也不见了。糟糕，师弟。还有两个呢。哦，他们煮饭去了。啊，这么快就民以成炊？萌萌，我往东，你往西。哎，这名字可不能乱叫啊！天机姑娘，你替我看着点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师弟，我往西，看往东。到底去哪儿啊？喂，喂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是啊。为什么人人都问我去哪儿呢？哎，那你就告诉他吧。尸变呢？喂！看什么看？洗菜。哎！行了，喂，你的脚。
没事吗？给那东西抓伤了。喂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中了僵尸毒啊，不可运功的，你最好回去用糯米敷一下伤口。如果是尸毒散发全身啊，嘿嘿，到时候啊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是不是真的？信不信由你。哎，I love you. 你说什么呀？我们在宫里这么做会被处死的。要死，就先杀我。看看距离合不合适。操！跟我斗，这个时候后面肯定很猛。后母嘛。嘿、哎、啊！嘿、哎啊！不辞而别，岂有此理？你也是的，走也得说一声吧，离谱。归队吧，走。归队啦！天气啊，我给你熬了一碗茶，这里的井水很清甜，加上上等的茶叶，用慢火熬一熬，然后过一下水，再用温火熬，包你齿甲留香，你尝尝。说那么多干什么？茶天天都喝的。没话找话说吧，来尝尝。不喝。喝吧。不喝啊。慢着，嗯，怎么了？这茶有怪味道。不是吧？真倒霉。喂，我被僵尸抓伤了，你师父叫我回来敷糯米。有，我师兄有。我师父说，中了尸毒不可以运功，一运功呢，尸毒就会扩散全身，很容易没命的。先别说这个啊，我扶他进去。好的。来，来，慢慢走啊，来，慢慢走。哎，外边好热呀！哎，一碗茶喝就好了。哎，正好。喂，你不要喝啊，这茶有怪味道。有怪味道？哎呀，总之你不要喝啊。归队了。啊。哇，你这样搞我的尸，很容易变人妖的。喂。岂有此理啊！我帮你找回僵尸也不谢一声，还那么啰嗦。哪儿你啰嗦啊？反正我表哥中了尸毒，现在还下落不明，尽快把他们赶去广西入土安葬，那就功德圆满了。喂，你急着赶去学法、我们现在在找什么？当然是找藏宝图了、我差点忘了、是不是？谢了。哎。
好疼啊，那要多敷一次了。怎么了？还疼啊？那怎么办？不如你搂着我。关搂什么事啊？这样可以借力吗？邪了？不会吧！他中了蛊毒，我在苗区长大，蛊术我最清楚了。是黑巫师哈拉卓干的，他喝了一杯茶，有人在井里下毒了。那老马，我不会这玩意儿的啊！现在求我了？那我师父只有一个义子，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徒弟，你不要耍坏啊！不如这样，以后北马南忙，价钱我告诉你，怎么样？那有师门的事我不干，不干我也不干。师父，来不及了。千丈豪光引同去，万丈豪光引同行，谨请元帅三相公骑龙走马显神通。喂，你会吗？不会。我会，看看再说。喂，你中了师徒连玉弓。嘿。镇子，你怎么样？我扶他进房，你扶他们俩进房。进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贞子，没那么轻了，看来赶尸上路要延迟几天，我出去看看有什么山鸡野狗的，他吃不惯素，希望他早点康复。我想真的要快点让哈拉卓先复原，那就糟了。很累啊。
你的腿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这里面有山鸡野狗，蛇倒有几条，蛇血很补的，你拿去给镇子喝。哦。我还要到山上采药给老马他们，这儿你看着了。嗯。嗯，好嘞。好冷啊，冷啊，冷啊，很冷啊。镇子，你怎么样？起来喝碗水洗吧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冷啊，冷啊，搂住我，搂住我。天机，熟吗？知道也不告诉你。整天睡大觉，当然蒙人不知了。你们为什么没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开眼的鬼胎好像出生婴儿，没有杀伤力，但是过两天他开眼之后，他就会来毁灭他父母的尸体，到时候他就会变成天下无敌的混世魔王。真的吗？是，帮我把头拧过去。呀，混元天书是这么说的。那有办法消灭他吗？有两个办法。那么多？第一，在他没有开眼之前毒死他。但是他很能打的。喂，他现在还小，还是半人半尸，他白天还要睡觉，没有什么法力，但是成人之后就不同了，他什么都不怕了。那第二呢？蹲下。让我垫脚。那第二就是他亲生父母还阳，有他父母之爱，
化解怨气。这么说，他昨天晚上走，不单是为了哈拉卓的人头，他感觉到他父母的存在，但又没有把握消灭，所以走了。对，蔡蔡子小姐，你这也能猜到，你真聪明啊！我不用你称赞。哦，师傅，他现在在哪？小孩子能去哪儿会飞呀、啊？事不宜迟、哎，老爸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太，你怎么样？看什么呀？天快黑了。是啊。我和老马先走，我往东，你往西，你往南，他往北，毒药带齐了没有？带齐了，带齐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什么？啊，一人一个。啊，收了收了收了。啊，米粒、茶叶、铜钱、碎银、挡沙、辟邪。谢谢。啊，小心点啊。嗯。说够了没有啊？再说一句嘛，小心点啊。哦。可以走了吧？啊，可以走了。我往东，你往西。你去东，我去西。我往东，你往西。那我们就分开走吧。好。我们分头找吧。好。好。是人头，上那边看看。哦，鬼胎天性凶残，有仇必报，他们还认得你们，他一回来首先就杀你们两个，何况何况什么？何况为了天下苍生。切，用不着这么圣洁吧。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，就是你们两个结成夫妇，跟着去死。啊，你意思是叫他们借尸还魂？只要金莲和王正生前是真心相爱，只有凭着爱去化解这个恶胎。不行，金莲生前是个妓女，王正生前是个嫖客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真感情啊？万一没有，那他们不白死了？那倒是，欢场没真爱。俗话说，婊子无情，男盗女娼，蛇有蛇路，鼠有鼠路，有一个好人。他们有真感情。这枚戒指是我在金莲身上找到的，上面刻了一行字，不过是外文，没有人认识。外文？没错，上面写着 Love WC 1701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爱你。 WC 是王正的缩写，
1701是洋人的历法，就是我们的圣祖玄烨皇帝40年，就是说他们早在7年前已经相爱，而且已经在一起了。哇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到底什么人呢？我是朝廷密探，名叫金田一，根本不是叫什么菜菜子。我来是找密哲的下落，这里根本没有宝藏。啊，没有宝藏，只有密哲。你表哥托你赶尸是想拖延时间，希望能在王正身上找到密哲。密哲里边说什么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王正奉皇上之命来到广东，接着毛东东就在宜春园杀了王正和金莲，之后密哲就不翼而飞了。啊，密哲那不翼而飞是小事，现在斩妖除魔才是大事。你心胸够大。哎，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你心胸广阔。你明明喜欢雷震子，没想到你现在都说出来了，好让他们俩去死啊。啊，我们死了能不能复活？你不死也要死，因为鬼胎会来杀死你。人不死就不可以重生，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，耶稣会的人是这么说的。那要不要先让他们信耶稣呢？嗯，时间不多了，天很快就要黑了，天一黑就要一块死。哎，你吃错药了。第二个要求，如果天机问起，你要先承认与我有关系。那又何必呢？如果鬼胎先被我发现，与你成亲的可能就是我，那是天意啊。成亲也要死啊，你别这么傻吧。界十部，西界十部，南界十部，北界十部，移魂者雷震子天机，安身无所妨碍，无所畏惧，诸神拥护，百邪速去，急急如律令，乐。一撒如花似锦，二撒金玉满堂，三撒咸亨庆会，四撒华阁兰堂，五撒夫命富贵，六撒永远吉昌，七撒安康祖寿，八撒子孙兴旺，九撒凶神速避，十撒八大吉祥。哎，老马，是这样吗？没错了吧？混元秘籍是这么写的：辅以天地开张，日吉时凉，手拿天柱响叮当，查物身，辨物身，恳求城隍判官勾魂时，逐放真魂本命归回身，
白起、千波、白起、去与三魂七魄、送银魂，启动！摩依拉多多斯格玛拉索斯格玛内多斯玛拉克，起！喂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弄了那么久，他们都没有反应。书是这么写的吗？你现在是什么态度？我是维护你呀、啊！我要你维护，他们阴魂了。老马，怎么办呢？喂，我照读照做，阴魂不是我拿手的。你那么多主意，你去试试啊！楚子血。嗯。这血是你的。嗯，我。这血是你的。别问我。哎，那什么血啊？母山鸡的血。切。嗯。来了！真麻烦啊！说山岭哪有处子血啊？都怪你们，吓唬到弄只鸡，你们当时。那只鸡好像是处子吧？你有没有问过那只鸡啊？怎么问呢？你叫我。你们别吵了。怎么都是死，我一个人先出去顶住。他那么够义气。他可能跟你师弟那个吧。啊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还阳。第三个要求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极少啊！哎，有件事我要问问你啊。你问吧。哎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你喜欢我。说。喂，这里没有人，你告诉我吧。我。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，怎么？西塔姆索干嘛波罗？哎，爸爸死定了。我怕我死了以后，你真的喜欢我。撒巴霍罗，莫伊拉多，来，搂着我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云，你看，你魂丹亮了。你刚才念咒啊？好像是，我从这儿倒过来念的。倒过来念？原来是倒过来念的。但是处子血呢？这只母鸡是处子吗？啊，原来它是处子啊！那我们不用奔波了吗？是啊。你看，嗯，哎呀，醒了！啊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怎么？啊？怎么掉过来了？喂，一定是你倒过来念了。是金天一叫醒我们的。我看见前面有道门，推也推不开，但突然又开了。是他念咒打开生死门，但是咒语却倒过来念。哎呀，不知道金天一现在怎么样。是啊，雷震子，我问你，什么是第三个要求？第第二个要求是什么？什么呀？金天一跟你什么关系？什么呀？喂，这时候别说那么多个为什么了。你快说呀、啊，你跟他有没有那个？到底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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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就是那个了。喂，你快说，你有没有跟他什么？喂，老马，这时候别谈儿女私情了，杀鬼胎要紧呐、啊！杀鬼胎要紧，你快说呀，到底有没有啊？
有。我答应过他，如果你问起，我就要承认。那晚我中了蛊毒，那么，那迷迷糊糊中呢，就跟他那个了。但对不起，你不问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告诉你。我是喜欢他，我想许多男人都会喜欢他。你有没有喜欢过？有。有？没有。不行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后悔呀！我跟他没什么呀。但其实我喜欢的是你。你去救他。我只为天下苍生。天气姑娘，镇子说的对。对什么？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住嘴！小事我就让你，现在是为天下苍生。对啊，为天下苍生嘛。是啊。晚安。也是外族人，所以说外语吗？东瀛话也是叫爹爹妈咪的。你不是吧？开玩笑的。喂，对了，其实秘哲是什么？王正和金莲在你们的身体里，你们一定知道。其实秘哲就是金莲。七年前，王正和金莲在后宫偷情，被皇上知道了，皇上将金莲放逐回乡。七年之后，皇上知道王正仍然喜欢金莲。王正和宝珠和金莲相聚，那是有违礼法，所以口谕下乡。原来秘哲就是王正的特使。但四阿哥和八阿哥他就传出去会对皇上不利，如果说查不到，又会被四阿哥责怪。算了，我还是回东瀛好了。哎，你就这样走了？是啊，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对女人没兴趣的。我决定回东瀛耕田，我们将来的儿子叫金田一耕助，我知道他会是一个出色的侦探。有儿子？女儿也说不定。气死了！气死了！气死了！